三分线命中率是不错啊，那很可惜这一赛季确实命中率是不太好，上个赛季有接近四成了。对，Chris Johnson 马上投一个三分，所以刚才老吴就吃亏了。如果桂宇持续打一号，不管是他或是林俊杰上来，要对位单打都很困难。哇，这球直接炫进去了，将掩护之后是 Mike Singletary 打在前框，又是进攻篮板。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，勇士队是联盟最会抓进攻篮板的球队啊。Johnson 单节非常强势，在第一节，今天反而是 Johnson 一开始拿到球进攻欲望很高啊，包含到这一个后仰跳投。哦，这个如果是我，可能要有楼梯我才可以盖得到这火。分散在四名球员的身上，张忠宪空手跑位接到球之后，中距离飞的位没有。Chris Johnson 进攻篮板，在第一节重创梦想家。凯杰下去休息，进场是在第一节五投零中还没有得分的中线。哎，这个球不知道是给谁啊？还是要避免这个跳起来的传球。对，好。再交 Chris Johnson， 刚才讲完，他回到场上马上得分。二三区域，吴松蔚在第一线要挡住张忠宪，球给 Johnson， 直接单臂暴扣。这波进攻，勇士队有机会超前比分，没救了。后面变成两个小个子在守 Johnson， 这个问题在第一节就有出现过，进攻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位置啊。我们看到直接换掉之后，你就会变成钱肯尼去守到 Johnson 了，变成新一样出现到陈局长的问题啊，一宕机是全队一起宕机啊。这个阿拉尤越过了一座山啊，两罚都进之后，现在回到一分差，哇，高举高打，同样的方式了，已经连续两次了，都是新特例。在弧顶位置传给了篮下的 Chris Johnson， 对，一样的啊，你看他把基尔贝克拉到外面来之后，他篮下绝对就有这种可以进攻的机会啊。哇， Pointer 已经示范了。对，真的，如果在这个中场的时候，梦想家应该要注意，就要去提醒了、啊，到底要不要换防？如果要换防的话，就要尽早去做一个部署啊。嗯，单节十一分。Chris Johnson， 三分线外出手，哇，哈哈，不讲理的高举高打，这个没话讲。上场不过仅仅十二分钟而已。那永胜从板凳出发，其实他的效率也做得相当不错。是，中线再给 Chris Johnson， 已经没有人看守他了。接球方式，哎，哇，球给邓碧，结果被拨掉 ，Johnson 倒地，哨音抓的是犯规。哇、wow， 哦哦，小心，又是跟大 B， 对对，两个人又纠缠在一块，还有再一次罚球机会，球队落后两分，这个篮板也很重要。第二球他选择罚进，对，因为最高的人在罚球啊，所以篮板也未必哦，在不进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机会可以。